連套戲都睇唔曬，就要即刻去醫院㗎。刮損咗視網膜，冇得翻轉頭，盲㗎啦。24小時咧，都係眼朦朦嘅狀態。無論個距離啦，定係個光暗咧，你都會覺得朦。咁近嘅距離咧，都睇唔清楚。視野缺損係嘛？呢個可以係啲神經線嘅問題啦，青光眼啊、老山瘤啊、藍光同埋啲紫外光，真係會長遠係傷眼。晚吹有病有真相，星期一晚11:30 ，ViuTV。